你看这刀郎的新歌最近红的啦，最近一两个月啦，好，那你自己看我解释它内容的
真实解释他歌词的内容，在我那个前面了，你自己反复去看哈，我剪辑的嘛，确实是这样子嘛。我把那歌词，你看对，是不是就是那个台湾的现状，一模一样啊，哈哈，马富马依旧，喜欢蹲窝嘛，去生台独嘛，啊，摧毁自不知道自己是驴呀，你跑去生，然后喜欢听那个鸡鸣嘛，啊，你就生台独嘛，那蔡英文不知道自己是只鸡呀，喜欢向老外推荐台湾的婊子啊。啊，你自己看就知道了，啊，那确实是这样嘛，所以你怎么去洗它也是个脏东西啊。你自己看我前面讲每一个歌词对的好好啊，还有那个西边老板，那就是讲那个拜登啊，你出现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拜登搞四不义无义嘛，然后通过海外的反贼拼命的抹白嘛，然后之后又说我要介入啊。唬你要介入，结果现在见中在之后又反口了嘛，反口说没有，然后拼命讲台湾，反反复复名跟实在那边倒来倒去嘛。那我也讲过维特根斯坦就是剽窃者嘛，犹太剽窃者，剽窃老子道德经，他是专门研究老子道德经的啊，因为犹太人他是绝对不坦诚的，不老实的。那个我前面提过哈，恶意演绎法则不提了哈。但维特那个生了西边的老板生了一个儿子，那不就拜登父子吗？那拜登喜欢扯台湾扯那个皮嘛，然后人类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武统嘛，你这是根本问题，你扯皮怎么扯都没有用的。那每一个歌词我都给你对的好好了，你自己去看啊。然后最后的证据就是刀郎现身，是光头的这个啊。这个现身他也中年了，也老了，现身习思想座谈会，还没有见到习了。这个习思想的整理我好像以前也提过了，刀郎这个歌我先前并没有，我先前并没有很认真听啦，我听我太太有听一下，我在那边听一下，我没有认真听这个流行的东西了，但后来因为太多几十亿了嘛，上百亿了吧，点阅率。那我最近这几天我就详细的一个个看了，我只先前我只略听，知道那歌词感觉像是在说台湾的，那现在仔细解构他的歌词，那确实是讲台湾啦、啊。以后你听我的版本好了 ，MTV 啊，您贴给别人，因为他。这完完全全就是在讲台湾的东西，一模一样。连有一个西边老板，维特根斯坦，拜登父子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很喜欢扯皮、啊、他自己也在扯皮，拜登。啊、然后民跟实，实跟民，其实上那东西是剽窃中国人的。啊、那个犹太佬就是在喜欢，他也有在研究中国的另外一个阴暗面的东西、啊、就是。黑的说成白，白的说成黑，名实给你混淆的。所以西边老板生了一个儿子维特根斯坦啊，就是生了拜登的儿子啊。现在拜登儿子被告了嘛，因为他喜欢扯皮啊，拜登也喜欢扯皮，然后还扯台湾嘛。这历届总统最会扯台湾的就是他嘛，美国啊，最会扯台湾的鸟事的就是他嘛。就是那个西边有个老板嘛，这个完完全全说台湾现况啊，2023年的这种歌，等我仔细研究起来，完全没错。你记得广推我的这个版本给别人听，完完全全没错。那就赶快武统了哈、啊，我们一定要吹到他死为止，因为这个真的是很荒谬的一个乌龟王八局。那。你自己去看，他就是其实是个政治动作啊！你看刀郎现身习思想，那你就很清楚了。他这首歌词其实不是扯那英的，不是来报复你那英的。他跟你那英确实是不对头，但是他不是那英是白挨枪了，白
还挨枪了，砰砰。那那一你要来来要洗白的话，你要来挺我啦。我告诉你，刀郎不是针对你的啦，不是啦，他那个有其他目的啦。他讲的是台湾的事啊。那有些人，因为这是一个施先生的密内部的放风啊，那个他当然不会明讲了。那明白的人明白，不明白的人就不明白嘛。接下来要实际动作嘛，歌词末尾也提了嘛，一定要实际动作的嘛，放风了嘛，那也代表吹温有效，赶快吹。你看刀郎那一首歌引起，代表他劈渴，劈渴我赞同啊，你我赞同啊啊，赶快把那个乌龟王八局给轰掉。那你怎么洗你也洗不白了哈，所以国民党你也不用再扯了啊，那国防部也不用再扯了啊，我昨天提那个国防部你在说什么，不要再惹了，不要再惹事了啊，你们台湾这个你叫长痛不如短痛啊，你这些。所以那英是扫台风尾了啦啊，你他那歌不是针对你的，可是大家都认为是你啊。明明是蔡英文是那只幼鸡啊，那个马英九是那个马虎，结果别人叫乱指嘛。那其实那就是懂的人懂，懂不懂的人就不懂啊，不懂人就给他去不懂，那你就是被不懂的人轰嘛。那你要解套的方法就是你要懂啊，不然你被罗刹海市一套上去之后，你有没有？你现在被追着打，那个时候不是？被追着打，结果现在后面发生什么事，李文死都要怪你身上，那就罗刹海市造成的嘛。大家把矛头都指向你啊，你格格，指向你格格，格格，格格格格，嚣张一点就嚣张一点啦、啊。这个没有关系啦，嚣张嚣张。那个你看那个李文死也怪你，李文自己也是妈的去抱老外大腿，发现老外很坏。嫁给那犹太佬，发现那老外很坏，才分居回来的嘛。自己得忧郁症，最后死掉了嘛。那可是他就想要参加你好声音，可是好声音本来任何东西有内幕都是很正常的事啊。当然要挖了，有错当然要调查了。但是我相信也不完全怪你，那也是别人指。那你现在浑身是嘴都没有办法争辩了嘛，所以你。总之就是罗刹海是追打你嘛，然后那你就跑到澳门开演唱会，我要重新开始，那结果没有人买，那个票价不是一直降吗？啊，我是看那大家一直降到那样子，到最后没人要啊，延期，然后最后就叭叭叭叭叭，那怎么办？你想要再创高峰，也只有这一套。帮忙五统，吹五统啊，证明我是爱国的啊，不然的话爱国嘴巴爱国，刚开始脚不爱国，他也是跑到美国的那个爆洋香肠，发现洋香肠把他弄得很惨，他赶快跑回来要爱国，跑到爱国结果自己忧郁症死了，那就怪你。以后什么都怪你哦，所以你到最后你会跟那个江青妈妈一样哦，要小心哦，在艺坛上的江青妈妈，你唯一洗白的方法就是你要爱国，你要爱国，你要吹出五统。当你抛出五统，然后你也来研究习思想的时候，那解套了，你保证你的那个。不要说在澳门开演唱会，你跑到内蒙古开演唱会，大家都冲过去啊！你跑到，保证很热，因为这个底局是这样子嘛。所以你那英想要败不复活的话，也就不够算了啦。你这些人哈、哦，他不会。接着那个最后补一点，那个罗贯中的那个《三国演义》啊，真实的他讲周瑜跟诸葛亮的事情嘛啊。互相排挤，甚至要杀掉对方嘛，所以我看到那个香港的那个老歌手要那英偿命，你必须
陪你跟李文陪葬，那些爱李文的长辈，这让我想到楼为什么前面讲楼干中那个余亮情，讲余亮情节，这是真实的历史，周瑜跟诸葛亮是没有那样的啊。但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演得很夸张，就是把余亮情给他点爆，那就是叙述一般人的那种角斗，那个角斗不管男人女人都有了啊，要对方。可是那时候周瑜死了之后，大家都很气，要杀诸葛亮嘛。那诸葛亮怎么办？诸葛亮亲自披麻戴孝跑到周瑜的那个灵堂，在一直哭嘛，说周瑜多么的了不起，多么的什么样，然后。我要为你啊，我也活不下去了，总是这样子啊，这就是真的演戏的，这真的是叫戏到底了啊，戏到底了。那你这个没有啊，你不可能有这个能耐呀、啊，不可能有这么格格嘛，格格怎么拉得下这个脸呢？怎么会去为李文在那边哭呢？明明他的搞不好他的想法就是李文害我啊，就罗刹海是害我之后你落井下石啊。那英的想法搞不好是这样啊，格格怎么拉得下来呢？你的做法就应该是去哭嘛，去香港那边哭，一直哭嘛，假哭也要哭嘛，哭给大家看嘛，然后再研究习思想，解套罗刹海诗，解套李文，解套罗刹海诗。那接下来你不要说在澳门演唱，你到哪里演唱，你到那个山区新疆的那个什么沙漠去演唱，大家都冲着开着车冲过去啊，都去捧，我跟你保证。不过格格难啊，格格怎么听得下去呢？你已经没有你的祖先那个努尔哈赤的那个敏锐度了，没有。或大玉儿也行，那个大玉儿。大玉儿也可以，大玉儿也算是蒙古人了、啊、但你至少有西太后的敏锐度啊，那也都还可以。西太后也可能 也知道要做做戏啊，做做戏，连西太后都知道。那你现在的这个满族的后面那个是不可能，你这格格了，他就只是格格的心态了。那哥哥你自己看着办啦、啊、你大概终身要背那个紧箍咒熬到啊，我已经把解药丢出来了，干不干你听不听得到，干不干不干我的事啊。